这人才过去伫伫阮里内底，是为着咱真侪咱台湾的经济民生咧拍拼。这人今仔日咱要做伙，啊，咱来邀请伊。咱过去呢，啊，咱有 F4 已经无流行啊。即摆呢，咱要邀请的是 G6 哦。伫我伊个烟头少年家，腹内有内涵，有学问，搁咧守着咱个法案，保护咱乡亲时代，咱所有台湾乡亲个福利，即马欢迎着咱资料成员。啊，咱邀请，咱邀请着咱吴志扬吴立伟，以及周守勋立伟。周守勋委员，我们非常，我哋又帅又有学问的帅哥。还有张硕文立伟。再来听到什么人？高思博。什么人？高思博。大家欢迎阿峰啊，阿峰！来，阿峰啊！阿峰！阿峰啊！阿峰！阿峰！阿峰！咱先请阿咱吴主任又来介绍咱 G6 的历史。哎，各位亲爱的乡亲，伊民国94年第六届立法委员。有六个年岁还未到40岁，上届第一届做立委的六个少年人，我就是其中一个。14年前，所以等一下有一个照片啊、哦，我们自己都不太敢看啊、哦。14年前，我介绍有六个人啊、哦，我来自桃园，吴志扬。高思博来自台南，我们张硕维来自云林，周守勋那个帅哥，那时候帅到不得了啊！啊，是来自台北。我们另外还有两位好朋友，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，他没有办法配合，包括基隆的谢国良，还包括我们新北市跆拳道的。奥运的光荣选手黄志雄，大家记得吗？哈，我们叫做 G6，G 是什么意思 ？Good，g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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od， 好的，最优秀的六个，我们当然自己讲自己优秀了，拍手了，拍手了。有时候要跟三伯一样，当仁不让。有时候要跟这个四伯一样讲，自己要臭屁一下，要不然没人会理你啊。我们六个人就组成一个叫做 G6。那我们在立法院一起开记者会，一起主导议题，我们像亲兄弟一样亲，所以我们今天师婆排除万难，最艰难的事情师婆要来扛，我们兄弟从四面八方都来挺他，阿弥陀佛，一定要师婆重视阿弥陀佛，谢谢啊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，没有来的两位，他们没有缺席，送来了他们的祝福。这就是我。这是我们跆拳道国手。各位台南的乡亲，阿婆啊，各位我们 G6 的兄弟们，守训、志扬、硕文、志雄，各位兄弟们，咱过一礼拜。准备投票，各位乡亲一定都看到阿婆啊，这几年在台南的努力，希望为台南乡亲投入的热忱，大家一定都看得到。现在选举非常的激烈，究竟未来台南是要向上提升，还是向下沉沦？我爱看一摆选举结果，所以我在这边恳切的呼吁我们台南的乡亲。跟我们所有的好朋友，一定要支持阿波啊，让他下礼拜六的这个选举能够顺利的成功，能够顺利的当选，好不难带来企业投资。所以在这边恳切的拜托大家，来台湾娘，台湾一顶娘，台湾娘，台湾一顶。